欢，故事一夜被风化，飘过青云门琉璃瓦，风飞沙，结局又落在谁的家，一笔画出谁的天涯。话说梦一路就不该继续漂泊，不走不放手，这念旧的人是我，这几番风雨总是少了几番离愁，这走过的城便翻起了头，嫩绿的青春在这样冒出了温柔，我微笑的花开后的自由。天地无边，却仿佛有着一条线，你低声重现成就一段的悬念，在逍遥千里，我在逍遥的转变，凌空阿飞是最美的弧线。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茄子盖饭，然后这边是肥牛金针菇卷，然后这个是炸的桃子雪碧汁，桃子味的雪碧特别好喝。茄子稍微有点咸，拌饭刚刚好。这肥牛金针菇真的是绝了，感觉比烧烤里面的培根金针菇卷好吃太多太多了，但我也很爱吃培根金针菇。我觉得今年水果挺贵的，我昨天去买了两个桃子，要13.2块，6.6块一个，都能吃一顿凉皮了。
我刚才在卷这个肥牛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回想中餐厅，因为我刚才在看中餐厅，看了最新的一期。这个桃子我觉得很贵，只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，就是贵的。有没有名学专家？我突然来这么一说，大家会不会没有看过，觉得是我是有毛病啊？所以我觉得，哎呀，我觉得黄宗明人还挺好的，有时候还是挺 nice 的一个人。我是觉得他是一个老好人啊，不过上一期真的有点。他演的剧我就基本上印象停留在以前小时候的大汉天子。而且我觉得他人挺自然熟的，像我这种有一点社恐不太喜欢跟人家交流的人还是很羡慕的。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不想跟人家交流，就感觉不熟的人就相处起来很尴尬。反正做什么事情都是别扭的。桃子炸就没有西瓜炸的好吃。